你也来个情况了是吧？是不是呢？一封家书，纸短情长，走遍天下都有出处。不管身上有多少华丽标签，内心都怀念着故乡的绿水青山。安吉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在安吉的绿水青山间，除了让人惦念的鲜美空气和丰饶物产之外，还走出了一个又一个让世界瞩目和惊叹的艺术家。原出天目山的调西，自古就是如开天目的文学与艺术之西。调即蒹葭，诗经中的植物，随风而荡，止于其根，正是艺术家飘零天下却不忘故乡的写照。现在说安吉，他已经闻名天下了，也就是哇，安吉好地方，所以是大家一种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一种惊喜感啊。那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不能忘本吧，是我觉得来自安吉永远是安吉人。安吉县中心名为地铺，源自古代山水兼程的驿站，安吉人的性格里从来都有一种行走天下的流动基因。遥想当年，程新东考入大学，虽是化学专业，却是朦胧诗社首任社长。他最擅长用艺术与世界来一场化学反应，所以他后来会成为东西方艺术交流的践行者，也因而成为艺术收藏大家、展览大家和捐献大家。这所大运河穿过的大学是他人生第一座快马加鞭的驿站。因为我也没知道他后来会搞艺术的啊，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应该说属于理科男的，后来他说搞艺术的，这种好像当时说想想不大变的两个事情啊，但是他把他做得这么好都没想到。阳光、帅气，总是充满激情，这是程新东给无数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以赤诚之心，拥抱遇见的每一个人，与万物共同生长。和程新东在一起，就是和绿水青山在一起，清澈坦荡，阳光满怀，鸟语花香。从程新东身上，我们可以读到安吉绿水青山之外那激情澎湃的生机。安吉人的性格，就是无数新移民汇聚融合而生的包容开放。他在中国当下的艺术圈里是一个非常稀缺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对艺术的判断力和对艺术品种的认知感知度，是其他很多画廊主所不具备的。And then I must also say that what he's doing, he's like an example for other collectors in China to actually buy artwork and then donate it to public museums because the public museums will show it to the public.An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step. 2023年4月，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推出一份献给 PSA 的礼物——程新东当代艺术作品捐赠展。全面展出由他捐赠给 PSA 的19位国内外艺术家的46件当代艺术作品，涵盖绘画、摄影、影像、装置等多种形式。Et puis aussi, j'adore ici parce que mon travail avec des
l'équipe extraordinaire, professionnelle, adorable. 此次展览为第十七届中法文化之春的项目，在他300多场艺术策展工作中，故乡母亲和调西连接黄浦江的上海是重要的一程。程新东1989年留学法国，有幸接触到许多在世的大师级艺术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他连续数次携近100件世界艺术大师的巨制名作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将罗丹的雕塑《思想者》等成功落地展出于中国。由地铺出发，他用艺术串联起无数心灵的驿站。这次跟上海的这个活动也是属于中法艺术之春的一个项目，可能是第一个项目，因为它是每年的4月到7月，那么刚好在这么一个春暖花开的时机能够举办这个活动的话是非常开心的。远离恰恰是用另外的方式注入到的你的生命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的时候，当然有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也是一个过节的时候，因为需要家庭团聚啊，像那个跟家乡有关，但其实一直在一直伴随着跟自己是一种以不同的方式一直是存在着的。年深外境犹无境，日久他乡成故乡，艺术就是对无尽乡愁的对望。程新东独创流动的美术馆加实体画廊加图书出版的运营模式，他用一场场展览来实现时空不停变换，将当代艺术带到中国观众面前，让美真正流动起来。2016年，他成为中国文化部中国中东欧文化论坛学术委员。因为流动是一种生命的一种象征，不管它的节奏如何，但它是一种在不断的在变化过程之中。那么海明威说过，流动的声音在巴黎，确实因为它的五彩缤纷，它的多元，我觉得作为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赶上了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大势大浪潮。从你看这种变化是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它就有这种变化，就带一种它的无声无息，但同时又是一部交响乐。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充满着这种生命的激情，这种是非常有力量的。在一个物理有限的物理空间时间里面，我觉得是否去让它这种再流动起来，让生命充满无穷的创造力，这是我期待的。值此美好的初秋之际，我们在这里举行程新东先生典藏艺术作品与图书捐赠仪式。2019年，从校风南门走出去的程新东，带着一份厚礼回到故乡安吉。他将多年收藏所得的油画、雕塑、摄影等22件艺术品和1200册艺术类书籍及期刊，全都捐赠给安吉图书馆。他破天荒地在安吉待了一个多月，他渴望能为承载着童年记忆的家乡做些什么，那就是以安吉之名为世界祈福。2020年在疫情的时候，我给安吉新的图书馆做了一个艺术品捐赠，还邀请了当时法国驻中国大使罗旺贝利先生，还有克罗地亚驻华大使，包括像其他国家的一些嘉宾啊等等，我们有将近有20几个人去了，他们都第一次去安吉，所以希望以这种方式让世界能够发现安吉。他这个人特别开放，而且他喜欢给别人，他喜欢给一些礼物，
就是说，比如说，走遍天下，或坐拥万卷，是这个安吉游子的人生理想。回到故乡，意味着接上地气，让他有了重新起航的动力，奔向更美的远方。未懂故乡美，何以了乡愁？安吉的美，就是从这里才能长出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诚心东，吾乡之贤，心怀天下，无问西东。我觉得可以稍微可以 stop 一下，有点激动了，是吧？好吧。是啊，以前叫封城。封城，对。